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继续再来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游戏，那么它就是我们这个 Baby Bus 这里面这个非常受我们小朋友欢迎的一个手游游戏。里面呢是有一个 Birthday Party，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是在这个手游游戏上去给我们的小熊猫做出非常多的一个生日蛋糕，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那么这款游戏能够在各大的手机市场进行一个下载，它的名字是叫做 Baby Panda， 我们的熊猫宝宝。它是以我们的熊猫宝宝呢为主题，然后要给它过生活，记录生活当中非常多的一个小点滴。我们这边呢可以用这个彩虹蛋糕，然后呢还可以在我们的蛋糕上是去给它放上各种各样的一个熊猫的一个小盘子。然后整个游戏的音乐呢都是放了出来，是一个生日派对的一个小歌，还有各种各样的蛋糕和小点心。哦，我们这边还有小蜡烛。我们可以把它切在我们的蛋糕盘上。那么我们这边小熊猫呢是把它的下午茶都已经喝光啦，我们这边还可以再给它加入一些然后再来一点我们的咖啡，再加一块小蛋糕。那么我们这边都给它吃干净啦，现在我们的小气球呢是拉了起来。哦，我们这边是有它的礼物，呼，还有一双我们的滑冰鞋。我们这边还有它的可爱的这个小甜点、小糖块，还有薯条。那么现在就到了吹我们蜡烛的时候啦，我们可以把它的灯关掉。我们这边呢还有它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的盘子，然后上面是可以给它呢放上一点非常美味的吃的。我们这边还可以再加入一些它的美味的果汁。那么这边还有一些，好啦，那么他的生日呢是差不多快要到了我们的尾声，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呢？
哦，这边还有一个小礼物，呜呼！好啦，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或者是可以在视频下方呢给我们一个订阅。我们的频道呢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的推出，如果有订阅的话呢，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最新推出的视频啦。好啦，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